尾牙主持人敬业主持。网友暴动搜出本尊是超气质女主播，美女人人都爱看，但光有姣好脸蛋还不够，拥有一个好的身材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小编为了要满足各位男性朋友们，决定要来介绍一位女神级的大人物。这位正妹名叫做朱祁钰，东吴大学毕业，还曾经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。目前她在环宇电视台担任主播，可以说是一位美貌和智慧集一身啊。不仅如此，她除了长得漂亮以外，还有着一颗善良的心。先前还邀请许多美女主播一起拍摄慈善年历，结果一开卖就彻底卖光光，期间至少卖出1800本，扣除成本最后募的36万全数捐给小脑萎缩症及妇幼协会，真的是人美心也美耶。但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会嫌我放的照片实在是太保守了，哎呦，厉害的当然要放在最后啊。日前朱祁钰受邀担任企业尾牙的主持人，没有想到他竟然直接穿着一身礼服现身，说真的是很体恤员工耶。看看这个气势，简直就是女皇出巡的概念啊。但即便你们再怎么喜欢，这位美女也是不会跟你们回家的哦，挑衅。事后就有网友将照片上传到 PTT 表特版，立刻就让所有人暴动了，纷纷表示当他另一半也太幸福了吧，这根本就是天使下凡啊，人间极品啊，这服装真的是太犯规了，你是要台下吃血过多吗？比尾牙奖品还要吸引人啊。朱祁钰做梦都没想到尾牙照片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，于是他就在脸书告诉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厚爱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多注意我的主持专业，以后还是都穿高领毛衣好了。那一个弯腰，我的妈啊，小编明明是女生也快要失血过多了。小编超级好奇那时候台下员工还可以专心吃饭吗？表情符号大笑。喜欢这篇文章的朋友按个赞加分享来给我们支持，谢谢表